先把肉藏起来，等会我自己吃。这娘们儿又在吃独食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把鹌鹑蛋和肉放在一起，迷惑一下老公。吃饭呢？来了。好吃的都在他碗里，我得想个办法吃他那一碗。光有吃的，连弄点喝的。行行行。这娘的，尝好吃的还以为我不知道。给。鸡蛋怎么在他碗里？我的怎么变成了鹌鹑蛋？好家伙，套路还升级了，不行，我还得换回来。哎，这辣条是你家做的？嗯，尝尝好吃吧。嗯嗯，好吃。来，啊，这点自己让我手里擦。你事多呢。这次应该不会搞错了。嗯，吃个鸡蛋还跟我嘚瑟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Thank you.